骸骨好了，得破一下。 别回头了呀！ 你们不会拿二打四吧？那太夸张了！能跑一个吗？ 好像是跑不了了。两个人头萨拉斯是吧 ？OK 的，给萨拉斯还好。 没给他们下路什么队友压力大就好。我等一下，我怎么学两级E啊？嗯，点错技能了吗？没发现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 真回了，卡着就给他秒了呗。 什么东西？万世催化石，这东西多少钱啊？ 1300块，还是有点肥的呀，是时光杖的。 直接给你，扣！放心，我是一个懂事的人啊，把直播线推了怎么说？啊！
我不动你的兵线，兄弟！你把线吃了呀！我都给你打的剩一滴血了，坏了，犯病了，兄弟！ 完了，他还没吃到，我寻思我们把这波线吃了呢，吃了我们再一块走，刚刚直接走的，这他妈塞拉斯来了，他直接五个头了，坏，刚刚还把他杀了一波，转眼五个人头了。 有吗？哦，不客气喽，送先锋吧，就不跟你讲客气了。 来个狠的装备，什么东西？这太肉了吧！ 的完美。你说的对，这就是鳄鱼啊！一个 AD 英雄，全是他们魔法伤害啊！你说的对，这就是鳄鱼。 现在鳄鱼他妈纯在玩赖皮东西，你知道吧？他一个 AD 英雄，魔法伤害开个大能打五百多至少。 说实话，上路对线基本上没有能跟鳄鱼碰一碰的，大部分是劣势，其他的就被碾压了。 就一级大招，你打一轮下来，至少是五百。我五百都是往少了说，这太变态了。主要他这个是物理伤害就算了，他他妈是魔法伤害，这是他厉害的点。如果是物理伤害，其实都还好，但是魔法伤害，你对线鳄鱼肯定是带护甲、出护甲鞋的，这就比较难防了。
走喽。哎呦，多少秒啦？波比，你在干什么？不行，打不过，没打。我怒气是消失了吗？怎么不是红怒？不该回头的，他神分了。你买个重伤吧，对面回血挺多的。准备魔抗，他打我还挺痛的。放心，放心，放心，调一下，调一下。又切屏了，又切屏了。哒哒哒。派对开场。来杀他一波，有眼是吧？那算了。等级好高啊，这名多少？十一级了。啊，追不上，我没鞋子，有鞋子能追一下，没鞋子追不上。我想红 buff 直接粘住他，粘不住。反个也怪了。这是能打的，不是很跟得上啊，兄弟，我果子没弹过来。果子没瞄好点。他们人都全是塞拉斯的。
等龙团吧，我咬他一口就好了，我有重伤的。 听说你很肿哦，行吧，这就浪费闪现，我不交闪追不上了呀，我移速比他慢太多了，触发了这个星界驱驰，我也不想交闪现，那不交闪现杀不了他。 大龙刷了，赶紧去吧。 要不然一会儿团战必输啊！我没浪，我没说我要浪，不都说了稳点吗？我也没说我要去浪。 我没浪啊，我他妈他被开了，我帮他打前排去了，感觉我得看塞拉斯呢。霞打我有点痛了，他两件套了，他还没有两件套。 变成我了，有点猛了，不拔血手。混乱将随后而来。
行，差一点。你在逛什么？我在断兵线呀！他那边死了，我只能去把线断了，死了拖时间就好了，我又不是很值钱。我得干点事情吧。拖四个人，差点把 AD 杀了，还把他闪现打出来了，可以了。下波团战我们好打很多。大招应该好，我不敢说他没大。打他就打他就打他就打他，打进来就行，打赢了打赢了打赢了，来进攻吧，你剪辑应该能上啊。我都以为赢定了 ，ADC 没切掉，你知道吧？差一点伤害。啊？多少？我被洛魅惑了。他反手偷了一个阿木大大招，我死太快了，这。祭团吧，祭团吧。阿木开的很好了 ，AD 师姐没杀掉的。对面 AD 是1000块，上单500，直接给我挂点火的，我被砍死了，扛不住。感觉得买个锁链给他。这诺手大招好像就直接用来劈我了，啥也没干，直接用来劈我了。嗯，对来。把这线推一下。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！我有闪，别打！先打，先打！十 ADC， 一波了，一波了。感觉能一波啊，兄弟们！直接把这个1000大米的 ADC 给嘎了。算了吧，那走吧，那走吧，那走吧。
完全不出魔抗也不行，我又想出秒秒，我又想出魔抗，出不了。 AD 有能切他们，如果保持怀疑态度，真的能切，假的能切。我妈木木优闪。 先相信吧，先相信吧。他说能切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退一下，退一下，退一下。我打晕了，我。 剑盾！啊！没闪 ，QW！他死了，他死了，得杀他的，得杀他的。 QW。 得来，好像来不及了，我们这边杀人，退一下，退一下，退一下。 一波了呀，给他们，能吗？我石没有大，我好像拆不了，啊，错了，等这条龙吧。 这条龙我有闪，我把 ADC 切了，应该赢了。交给我吧，任务艰巨啊，兄弟们，要在万军取首。 他有个饮血剑，但是我没点燃了。哦，我有重伤，我马上醒了。
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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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好，你先守呗，我这开引路。我们这波有两个波甲等着。哎呦，我操！这开到直接秒了，这他妈太痛了呗！ 是能跑，给了吧。 啊！别！这 ADC。 还有秒表呀！太浪了，兄弟们！ 又是大龙出事了，哎，玩的好，出现没办法，对面直接就开加速上来开我了，我顶不住呀，兄弟，唉。